完好完好，好嘉义县大建设、大发展，台湾大进步，好完好。来自的前进嘉义，力拼大翻新，从科技、文化、交通来下手，支持嘉义产业发展，推动科技转型。我将继续支持推动嘉义亚洲无人机研发中心，故宫南院二期，我也将在2027年年底开馆试营运。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延伸计划，未来将减少平交道事故。赖清德频频端出政策牛肉，让嘉义县民听得到、做得到。同一时间，侯友宜人也在嘉义。为了不让侯友宜今天在嘉义县的车扫专美于前，赖清德的环岛拼图活动来到嘉义县，指导侯友宜的出生地，甚至要凝聚支持者的热情。有路人沿路笑看，无路嘞，蓝皮开会呢。民进党登记第几号？登记第六号吼，咱家己人啦吼。哇，大家马上知影登记第六号吼。六六大顺啊，咱见够赢了。靠着执政优势，不止总统要赢，嘉义县市三席立委，民进党更要一网打尽。蔡依依上届专业，足优秀的，嘛上届有分量，立委也有分量，争取建设都有力量啊。和陈冠廷进国会，为山山继续打拼服务，好唔好？啊，这王美欢迎吼，王议员吼，这还真难得啊。按基层开始做起，全力给支持，可以当继续连任。环岛拼图第二天，赖清德从南台湾、高雄、台南一路上北到嘉义、云林，不只要走对的路，更要选择嘉义人。记者谢前三成佑采访报道。